投下来的都是陶瓷炸弹，没落地就空爆了。啊！投落下来的都是大米和灰色的面粉，那这事儿应该找姚花康啊，他应该管这事儿啊。为了防止人群因为争抢而引起骚乱，我们不应该管这闲事儿。我们不管这闲事儿。 不管怎么说，总比扔炸弹强啊！对，好，发现有什么问题及时告诉我。好，再见。这日本人怎么这么奇怪啊？往下撒面，好像还有大米。这日本人是奇怪啊，不愧是为了今天早上说什么中日亲善的承诺，派个飞机来撒面粉吧。 日本人哪有这么仁义啊？小姐，没这好心。刘嫂，你千万不要用手捧这些面粉。哦，爸爸，你也是。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？我也说不好，但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凡事还是小心为妙。我现在就去医院测试一下这些东西的成分。好，你要当心。